人就上个五个号那啥吗？没有。那行不行？那保姆你大哥一个人就上个五个号那啥吗？没有。怎么样？考一把那就。好，打保姆就打保姆。哎呀，反正我兄弟还在里面啊，考一把那就。啊，考一把呀。考一把。那也过把任务呀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的才打了点，我们跟他打一把啊。我们这个打一把，大哥们，打榜五啊。我们来闭麦。来五个大哥用能够摸进就行了。哎，大哥用不了那么大的，我的李老板，我数字都没给你砍到。哦，哎呀，我说嘛，对，有摸进的只能两个摸进，有个礼花筒的只能两个礼花筒。哎呀。我要求不高，哥姐们有墨镜来戳两个墨镜，有墨镜来戳两个墨镜，咱们摆三啊，摆四摆五，谢我包谷粉哥，谢我华老大，感谢我华老大，谢老大，谢你老大，今儿老子直接抓死了。这不真不怪我，说实在的，感谢穆洛克，谢我每一位老大，谢谢你们的台，感谢你们。谢谢每位老大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下这个。别人您好意思不？我真的打个墨镜，我觉得打个墨镜就行了啊。欢迎我戴哥，欢迎一路香水哥，感谢一路香水哥的灯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每位老大，感谢你们，破费了，感谢浪哥，谢浪哥。打榜吗？够了，老大，够了，细水长流啊，老大，够了。啊，够板了，最小都是车子，我是或者拔的也都杀了你了，谢了老大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啊。我你出去加工是生意上面的事情，我结果是加工八加一，非常感谢你啊。哎，不跟我不，谢了老大，看后面第二个加成吧，感谢我戴哥，谢谢你啊。最后个加成，如果他们有条件一人上个车子的时候，也才1.5倍。我们前榜四都是2400了，说实在的，我榜五，我现在榜五多少？我榜五297，榜六204。感谢我花老大，谢谢你们灯牌。后面见大哥，如果能亮个灯牌的，就是，不论条件有大小嘛，对不对？能花个一毛钱亮个灯牌的，咱们走个灯牌，害怕几天过后灯牌清零了。刚刚找老板有点我清明。谢谢嫂子，特别感谢嫂子，感谢你啊，谢谢你，真的非常感谢，咱们一起过过家辰啊。在老弟他们说的，在你们的右下方小心心那里面可以点一下事事如意啊，一生平啊，那个领取了的就去夺一下，他都领取了啊。感谢木工哥，谢谢每位大哥，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每位老大，谢谢你们，感谢银哥，谢我看谢哥，谢幸福。这台迟到加皮溜，我看你一字进。打到人家江面那人呢？哎呀，我人嘛，就看他，但是打皮不能手软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心软。欢迎胖哥，感谢与你同在，谢同在哥，谢每位老大，谢谢你们。我大哥开炮开的好早嘛，你这样子没朋友了没有？没有我起初啊，我是肯定你说打 PK 赢，哪个都想赢，对不对嘛？我不敢，我一开始了，我接到他那个开始过后，老大的跑车狙的都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噻，对不对？还五十七吧。想当年那个时候，我不是在湖北的时候，你又一次帮我了，只有一个飞机来回了，我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打榜还是容易赢了，现在老大们在啦，打个榜五，说实在的，一个气球是没得问题。如果老大那个顶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不管是投币多一点哈，那一个车子还是没得问题。以前凑榜很难凑，尤其是凑榜十，以前凑榜十是很难凑。有时候榜五都凑不起，有时候只凑得起两三个榜，那个时候还是熬过来了。感谢梁，欢迎梁哥，梁哥进来了，梁哥亮个灯牌，老大，明天上小星星了。好的，老大，
你说上小心心，上小心，你说顶赞顶赞都可以啊，谢谢你们，感谢随意，欢迎随意哥，欢迎进直播间的姑姑姐姐们，欢迎你们。欢迎秦哥，那天去打板，三年没得球。你打了哪个球？你跟我说一下。你哦，是不是是不是上次你甩个跑车甩掉的那个那件事情？是不是？我明天也不过了，明天我明天不要去打五，不是。欢迎盛装装饰哥，没有，只要你们开心啊，大哥们。不管怎么样，英哥是不是那个事情？就是那一次赢了，然后输了，然后板够了吗？355大哥够了，谢了大哥。虽然我一直不清楚，你的大号随身，你有没有跟我叫你跟我说一下那个你帮助过我的那个，就是在那个上面，搞了什么东西啊？你说上一次，非常感谢你，谢谢你。欢迎浪哥，谢谢每一位大哥，他们抽最后抽一波加成吧，目前他只有榜一啊，榜一欢迎北漂哥，欢迎北漂，你就不去三姐妹那里住，你住啊，我给你打一天那个睡的地方，打不过我就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打过了咱们去休息一晚上，对不对？欢迎明东哥，感谢浪你，谢谢浪你，欢迎浪你哥。欢迎吴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。你走哪里？直接往高顶走了，这一户没得了，到底了今天晚上。欢迎用户216，欢迎六哥。助力人数咱们差七位，咱们40多位各位姐姐们，咱们一人一个小心心啊，一人一个小心心帮老弟过一下加成啊，所有的老大。感谢华老大，谢谢宝总，谢谢新哥，谢谢我戴哥，谢谢我康熙哥，谢谢用户哦82，感谢82，谢谢82老大。你强哥也在三姐妹那里，你强哥也在三姐妹那里，不管是嘛，人家对不对？我们不说这些嘛，以后我们都不说了，行不行？尤其是人家大哥进来了，咱们千万不能那样说啊，对不对？人家整到人家那天在公屏上面，人家都说。人家都说他在外面基本上都是上的小票，人家来我这里就是那个玫瑰玫瑰好像也是6000票，人家说跟外面都是没上过那么大的票，就是说散票嘛，你说一个跑车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飞机或者怎么样，那不关事的嘛。我们都是同村的，对不对？不存在那种，晓得吧？谁叫我是男的的嘛，大哥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理解他。应该理解，啊！感谢抄手，谢抄手哥。欢迎皮皮猴，欢迎乌龟王八蛋。2分钟带加成，比拼值。谢谢你们，感谢大家点赞。我怕有一个月没在三姐妹那里了，啊，没得事的，大哥。你去哪里，哪里都比较欢迎的。他结婚了没有？娃娃都有了。他，我跟你说，他的房子就在我在2栋，他在3栋，他在我旁边。他在我右手边，我在他左手边，我都不知道。说实在的，这那天他跟我说了，欢迎安豪哥，他说你也在听着啊。他因为他叫我给他搞2片疯子去，搞在我们那个车出那个车子出来的门口那里，那个出就是停车场出来的那里。然后他说你在里面，我说我在二栋，他说我在你旁边3栋。对对对，而且老家我们又挨起的，结果我们整的房子都不晓得都整在一起的，基本不去美女直播间了。兄弟哥，老大，我们男人的天下，欢迎叠加，欢迎叠加管理，欢迎云里哥。这不说话了，对面。欢迎闽东南，感谢云。我也不去了，我以前也在，那不是。其实去三姐妹那里啊，说起三姐妹也是东哥，我看第一次是我带你去的吗？那刷不动了，没得事，老大，还是俺给美女儿演老公
哎，也不那样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也在我旁边吗？啊，我也在你旁边，偶尔要去看一下。我晓得幺妹出来的时候你是必须去看一下。如果是现在，我不知道大姐在没在那里，我也很少和他们耍，就那天好像耍过一把，娱乐过一把。然后二妹，欢迎好大的风，欢迎晋国叔，欢迎晋国叔，欢迎叔。那个二妹和老大在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得去的，但是幺妹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瞄一下她，对不对？我理解你，做兄弟的都理解你。本场赢了，加了207，